南本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本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本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善男子，各位善女人，大家吉祥平安。咱讲到的福德，向到地主。 在此诶特色，叫因逐个呢，吼、哦，拢爱切记，一定爱切记讲从欲念，甲降甲上低，因为欲念若侪，烦恼就侪。对现今诶咱来讲，嘛是同样。我进前就安尼，比如啊。 名文利用、哦、对咱拢都就是一个足大嘅障碍、希望啊。咱大家拢爱种着这欲念、这欲心，降伏到上界。所以佛陀就甲弟子讲：一旦欲念啊减少啊，烦恼就少。 啊，那欲念侪、这个，烦恼都会侪、这个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咱做修行者，一定爱逍欲，一定爱知足。安尼咱只有法度甲咱自身呐，安稳伫即个清净诶世界内底。 咱诶，心性一旦清净，相对诶，咱智慧会达到到一种无明无变，都会有大成就啊。所以讲，咱呢为着要脱离掉个烦恼，咱一定爱消欲执着，安尼咱才有法度清净。 咱才有法度达到着殊胜诶彼岸，知足诶人啊，则是真正安乐最好诶方法，也著是咱修行最好诶道路。是毋是安尼？完全要靠家己去体会。 看你有法度持着无，看你有法度，甲即个欲念，甲即种欲心，减服到最低无，安尼咱生活起来，修行起来，是毋是会比别人较快活，比别人较快乐啊？所以呢，佛陀所讲诶每一句话，其实。 嘛，拢契合伫咱现今诶人，拢用得着诶，毋知佛法，有法度一直流传到现今，互咱会当受用？所以粉呢，继续甲地主讲，恁啊，若轻易方法修道，著、就是讲恁若认真啊，来宣扬着。 佛学嘅真理，认真用自身修行来互大众看，即、哦、种情形啊，则是真真正正三文应做嘅本分。尽然做正正，难做三文。 咱做佛嘅地主，咱要以身作则，认真弘扬佛法，毋好呢，甲玉念加被伫咱自己嘅身上，安尼咱有哪会风看不起啊？吼、哦，那呢，代志啊，吼、哦，无大无小啦，世间事本来就是安尼啦，你若甲看平淡。 用心、用念的少，宏泼的少，障碍自然的少。就亲像讲寺院道场无大无小啦，盖在咱家己要修行无啦。就算呢吼，无道场无寺院，福德的金光坐伫菩提树下，也、啊、无道场啊。 难得获得幸福哦，所以要成就，毋是呢吼，得场大小的问题，嘛唔是输大小的问题，是咱即个心性有达到即个边境，有达到即个究竟解脱无，安尼才是重点。咱经典请的讲，一切唯心者。 咱著容易知影，什么代志拢咱心做出来。代志你要甲武互大，嘛是你家己做出来；若要甲好无代志，嘛是家己做。是看咱个人的选择而已啊！吼、哦，那呢代志，若拢总无大无小无代志，安尼咱呢，著无什么困难啊！咱著无什么通去烦恼啊！ 那这条修行的路行落来，就亲像一条小河，吼、哦，涓涓诶流水共款，一直行一直行，就渐渐顺去啊。啊，咱俗语讲诶，滴水穿石”啊，咱甲心放落来，心静落来，吼、哦，就亲像一滴水，一粒石头，更较坚固。 共款有哪会当甲穿过？即表示说咱呢要好好用心啊，日日精进，一日精进无够，第二日佫精进，到咱最后无想教诶时阵，迄著是咱诶圆满境界啊！哦，咱著自然著会当达到着彼项。 啊，咱如果呢，一日海苔两斤俩海苔，一日找理由，今下日卡酸，明载腰酸，吼、哦，今下日目睭雾，今下日经典二四二，咱看无，你找足侪种个理由出嚟，念佛你也嫌忝，拜佛也嫌艰苦，看经典讲唔捌字。 这都是咱家己心伫做诶。人迄老菩萨啊，祖师啊，讲伊毋捌伊啊，人代笔就逐句得背甲安尼清清楚楚啊。甚至《阿弥陀经》吼、哦，有哪是一部经典诶，头背甲尾呢？讲伊毋捌伊，人都认真啊，一日记,记一日，一日记一句，记,句,记句来咧。 人的成就啊，人的自然拢肯伫不适当啊，即著是真正诶。咱啊。啊，咱呢吼、哦，有读册、识字，搁毋认真经典，也毋认真念佛，啊，搁更加毋认真打坐、打坐闲讲诶梦想，都吹百般理由啦，吹出来理由著、就是哦，修行真忝。 本来就安尼啊，修行本来就忝啊，就是就是无味啊，哦，就是单调啊，哦，无味啊。修行免要怎爱，当讲互你做像个有欲念，哦，互你当得到是啥法落？得定中得到法落，得到解脱，契合伫即种大悟道诶真理内底，佛陀就是安尼啊，你甲想。 菩提树下打坐六年啊，一所得第三，解脱这种生死大劫，达到的这种寂静涅槃的不生不灭，安怎来？认真来啊，认真来，一累世修行修起来，所以一今生的幸福。 就是镭细拢总无害大，啊！咱为虾米未成福？因为咱呢拢会想讲，即世人吼、哦，若无成福，若无解脱，后世人则过来修，甚至嘛一有讲菩萨生缘再来，正来啊，来来去去啊，不时都有代志。啊，若无来，佫无去。 就永远都无代志，迄就解脱啦。所以讲，你家选择吼，爱啥吼，家、哦、己去想啦。你是要来来去去转代志，还是要无来无去？永远无代志哦。即个人诶想法啦，吼、哦，有人就是要政府保安呢，要天神遐天道出世。 伫遐享福，哦，遐想伊依来想习习字，毋知影一有一个五衰上现啊。天人五衰啊，哦，未讲吼，就未轮回啊。啊，么天人佮会惊，伊嘛是爱佮修行咧。伊若无修行嘛是小强来来去去，嘛是强在会有代志。 就是这种原理哈。那继续福德甲地主讲，您绝对唔通放逸啊！哈、哦，一而就像亲像呢哈、哦，你在正木过之哈，要、哦、用这个火哈、哦，就是正木出火，爱认真，诚心不实，一点类。 你才有法度得到迄个果，即拢是绝对诶。啊，咱进修行兴起学佛，也都是爱这样。啊、哦，你若无认真学习念佛，学习打坐，学习深入经藏，学习行不正道，你袂安怎得到好诶成果？ 里面呢，得到殊胜的解脱呢，就亲像讲，你伫种即个火种木取火，你若无一直甲种，一直甲入，火，面哪会要来？面哪会得到迄个有花成就的果呢？即虽然讲起来简单，但做起来啊，步步啊障碍，咱知影。 一旦你伫认真修行诶时阵呐，你嘅障碍你会来，咱平常俗语讲诶，无克，就是咱诶障碍，一定会诶啦。佛成就正觉，你甲看天魔波旬也要惊死，赶紧来甲佛助解，计毋好出世道将，毋好呢日凡世间。 来度众生脱离苦海，因为这呢拢是我诶力量，因拢是我诶能量。因为魔王伊就是欲魔，未获得众生安尼则有受着能量，就亲像咱讲诶香火甲信用共款。咱呢吼，亲像讲恁咧信用层面。 伊是安怎心幸会啊？侪人哦，对于认同甲信仰，所以咱佛教佛学，咱若真正要兴旺诶，话啊，咱爱认真啊，兴持教化，讲解真理含众生格言，甚至爱坚固大家心，安尼咱佛法。 较袂因为是无法啊，渐渐没落，即点大家一定爱切记啊！伫无法中诶，咱爱兴起正法，以身作则，互大众知影，宽容佛法，讲解信念，互大家了解，互大家共同依注即个。 信行对佛的信仰，相信佛啊，安尼对加庇难，互咱逐个拢会当心无跨界，继续咱甲佛最后自细所向地主再次讲起诶，互逐个各再雕刻一个佛到各甲地主讲。 恁呐，吼彻底唔谈每一只正念，吼、哦，安尼、哦、呢一切恶魔、一切诶障碍，都绝对袂侵入入来。何为正念？吼、哦，就是咱一定要正确的观念，让。 伫家庭内，咱爱重视伦理，做事事爱友好，是大人，这都是伦理嘅正念。我常在伫甲大家讲，无友好是大人嘅人啊，要安怎含能立足伫社会？要安怎组织另外一个家庭？ 那你也试试，以后以后要安怎有好哩？你先去想看嘛、哦。这呢，就是伦理诶正点。那呢，在咱佛教诶正点，咱要安怎来个秉持？对，杂人出家一概的，咱爱尊重，咱爱疼惜。 必然晏出家，一正常，这著是佛教的伦理正念。至于即卖比丘尼是毋是爱对比丘一尊敬尊重，这嘛是正念。但世事的演化万般随缘呐，好，但直接讲着正念不得不小可提起一下。 啊，咱呢再给大定菩萨，无奈切记一行，得算即个出家众，好、哦，伊呢做了有过错，咱再给众不可批评啊！上、哦、好是卖，因为即有关系着咱修行者甲的本身再给菩萨。 批评正正，是无下掉伦理诶，无下掉咱佛佛界规诶伦理，即点希望逐个知影。吼、哦。不管 BQ BQ 呢，咱又不熟又不伊，也无需要批评。咱看未过，咱知影伊毋是神知识，咱远离著好啊。若远离了后，咱爱修 Q 业正正。進進 哦、是不是一直提醒咱大家，即、这个口业、口业真正是非常的重要。因造业，因自然面会承受迄个果。啊，咱呢也毋免去甲宣扬，也毋免去批评，咱远离。这都是咱的受因欲心，也是受咱诶智慧心，也是在受咱诶心。 Q E，这点大家一定爱谨记在心啊！啊、哦，无需要去批评修行者哦。那呢，人一旦啊行为正念，拢正确啊，即磨练有练，绝对袂甲咱侵入啊！哦，人本身都爱亲像一个、哦 勇猛诶将军，同款，哈，身披着，哈，这种重铠，手呢，执持着闪电诶兵器，征服着绿等境界诶魔军啊，哈，但大家只要身披智慧诶剑啊，哈。 深深去了解世间生命诶法相，降伏一切烦恼，难靠可能未达到彼岸。伫遮，咱 <noise> 是毋是爱作深思用地，用智慧去噶了解佛陀对众生诶慈悲甲愿念？你去看。 伊已经要入绝境涅槃，破底一苦伊呢自然心无挂碍，甲成熟。唯一担心的是地主顶，就是四种地主，大将无够警惕，家己。 无够呢，吼！用心来行持家己修行，所以伊一再叮咛。用这比如，教咱家己，你爱做一个亲像咧带兵诶将军，啊，这毋是叫你去战争呢？这是一个比如，讲咱做一个将军爱审批的，一、這个。 体格，但手脚是智慧诶，慧剑。啊，这边创啥？这是叫咱去清净，这是叫咱对一切诶磨练，就是咱诶六根、六定诶，六念，就是欲。咱得未解脱就，就是欲，就是欲念。那欲念按对来，相信大家拢知影。 足者法师讲过，我伫遮讲解佛教诶起源，也一再提醒咱大家，药店著是按咱肉筋来，目睭谈好看，谈色，鼻啊谈香，爱鼻好，好色爱贪。 好味，甜蜜诶，听啊，爱听好听，爱听好听诶音乐，好听诶声音，好听诶语言，辛苦，哦，爱情水，爱情河，这都是咱优点，咱诶意，咱诶想为，拢正美满。 结果呢？烦恼就是安尼啦。所以一旦咱诶学习学克了，获得千交代万交代，就是交代咱安啦，断欲啊。啊，我哋一代甲逐个安尼提醒，欲念包含太宽，有形诶也好。 无形诶，也好，这拢都是咱诶欲念。啊，今仔日咱为虾米修行，著？就是欲断欲，咱造法都达到着思想诶彼岸，互咱得到究竟诶解脱。那、啊、即要靠啥？靠着咱真理诶经典，靠着咱精进。 即种卡步无停落来，停息落来，一心向前。安尼著自然有法度断除一切欲力。今仔日时间也到，啊，人要修心，要以上好诶方式，著、就是心拜佛、求念佛。 以限定正念观佛，安尼人心、e、可以得当达到清净，较有可能未达到彼岸的。所以今仔日，祝福大家心口意，当全心融合意，极乐世界，念得佛心，阿弥陀佛。 邀请您共同参与同法立身的善缘，让佛法落实人间，更贴近人间生活。互持账号三一六五零八三五，35, 户名黄玉莹，联络电话零九七九零四一五一零。